我是严景清，我吃了这个人参粉和银杏，吃了改变我的健康，很好，我已经吃了十多年了，现在我的身体改变了，很强壮这样。那你有没有发现之前有些什么问题，然后吃了以后有已经解决了？因为那时比较头会晕啊，人比较不漂亮啊，吃了现在人比较漂亮一点，还和那个不会这样爱睡了啦。有时候那个吃那个银杏哦，有时候那时是骨头很酸痛，现在吃了也比较改变了，不会痛了。你的脸色都很漂亮，而且好像都不会老的样子。你吃了十多年了。十多年了。那你觉得还有这些产品对你还有哪一些方面的改变吗？就是人参粉和那个银杏帮我改变了很多，人参粉最好了。最好了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它帮我改变了比较漂亮，以前我没有这么漂亮。这样子，不方便透露你今年是大概是多少了？超过多少了？将年龄方面，我差不多60岁。哦，是啊，不像哦。我40多岁就认识你们的产品了，就开始吃了，就开始了，到现在。非常感谢你们支持。有什么要补充吗？没有了，就是人参粉可以很好，就是对了啦，可以帮助我们，好像健康和美丽这样啦。好，谢谢。OK。